杨天石，杨天石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研究生院教授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研究生院教授，博导，暨我努学社顾问，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。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，尤长于中华民国史、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，著作有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》《蒋介石日记解读》《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》等二十余种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同日，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，形势危急。当时不少民国要人都寄居于此，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，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，想运要人到内地来。12月10日，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，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、二女儿孔令伟、老妈子、大皮箱笼和几条洋狗。次日，《新民报日刊》刊出驻后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，王云生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休宁政治案。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。国民参政会上，西南联大教授张希若、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，会议结束后，张、罗也将消息带到昆明。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云生所写社评，将标题改为从休宁政治说到飞机运狗养狗事件，遂被更加突出。吴晗在西南联大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，南宋王国时有蟋蟀宰相，今天有飞狗院长，可以媲美。工作中的王云生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，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《必报呐喊》，发表铲除孔祥熙、重燃五四烈火等文章，留校中共党员刘平玉组织的评社即起响应、呼声、争议等必报陆续出现。学生自治会主席郝淳志和副主席竺书珍等暗暗发动群众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静、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、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平，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。陈拒绝，邹等及起草讨孔宣言，宣称孔贼不除，誓不罢休，签名者共26人。1934孔祥熙和费恩女士合影照。1月6日下午1时，西南联大学生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游行，云南大学、中法大学、同济附中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，共约3000人。联大一年级的共产党员齐亮、王石堂、高同生、高志远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马谦和马识途等都参加了游行。学生举着刀孔、讨孔、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游行，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当夜，联大学生连夜编出名为《40年代》的壁报，称此次游行为一六运动。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。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名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，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，没收其财产。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。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记起讨孔，其情况与西南联大相似，编辑暨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朱勇、